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 Yen。 今天 Yen 会介绍个海逸湾二期的单位的。海逸湾二期共有12座1408伙，是2020年的下半年入伙的，发展商是益京。它4.7万尺的会所共有30项娱乐设施，分别有钢琴室、宴会厅、麻雀房、儿童天地、烧烤场、乒乓球房、羽毛球场、瑜伽室、健身室有两个、跳舞室、室内外泳池等等。今天介绍的这个单位是海逸湾二期极高层404尺的一房加多功能房的单位来的。厅的总长度长大约 6.5 米，阔度约 2.8 米，而楼高是 3.15 米。可以摆到3至4人的梳化、茶几、电视组合柜和4人餐台。由于是开厨的设计，显得厅分外阔落。厨房位置配备埋有洗衣机、雪柜同埋焗炉。单位望出嘅景观系望到海嘅公园景。呢间系主人房，主人房嘅总长度长大约 3.6 米，阔度约2米。户主为咗尽量利用空间，订造咗入场式嘅大型衣柜同埋储物床架。再睇埋多功能房。多功能房订造了入场式的储物子母床，房的长度约2米，阔度约 1.8 米。洗手间是原有发展商的设计。今天介绍的这个单位有没有想了解多一点的地方呢？有的话随时联络我啦。